剛才我們和張主任就都傾了很多內容，他有講到就是說香港一國兩制能夠成功呢，最主要就可以體現在這個資本主義不變，居民享有這個自由，言論自由啊，各種自由不變，還有香港的法治那裡。咁佢亦都有講到咧，就話其實港澳辦嘅角色咧係有轉變。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維持呢、這個一國兩制，咁咧就係做一個守護員。咁後來咧就要做埋服務員啊，為香港提供服務啊等等。咁亦都講到咧，就話港澳辦咧應該做一啲貼心貼地嘅一個工作。咁跟住咧，佢亦都有特別提到咧，就話雖然咧就而家咧就發生咗一啲咧有人違法嘅事件。咁但係咧就不等於咧就呢、這個香港嘅自由咧就有倒退嘅，咁因為咧呢啲活動都係違法嘅。佢咧亦都有提到咧就話其實咧就喺支持呢、這個特區政府處理呢、這個馬海嘅事件，同埋呢個取締呢個民族黨嘅事件，咁就覺得呢、這個特區政府嘅做法咧係依法執行。